最强健的手臂在这里，看到吗？天天给孩子一拎就打败，一拎就打败，一拎就打败。这里的机器好像有点问题。好，今天的挑战虽然输给了 Rocket， 也就是79公里的频道的版主。我觉得是那个机器的问题，为什么东南亚第一省前六名输到这样惨啊？才打500，不要再讲这个事啊！不过今天输了的话，下次我一定会找机会再赢回他的。你给我记住，我一定会找机会赢回你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按赞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谢谢。79公里 TV 也是可以订阅哦，我会把它放在下面的说明栏当中，也欢迎你们去订阅它的频道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